旺福肚皮神秘现身哲毓追思会，五月天瑪莎，许哲珮不捨。旺福肚皮左神秘现身与 TC Back 主敲会停聊哲毓。图特约记者郑年姚社，2018年3月4日。乐团 TC Back 贝斯手曲哲毓1月23日罹癌逝世，3日在台北 Legacy 举行 In Music The Drops MDFK 哲毓追思会。哲毓在音乐圈是知名音乐池，拥有极佳好人缘，现场除了乐团演出，也邀请五月天瑪莎、安普、原名张悬、善灵、 Freddy、 Doris、 宇宙人、灭火器及旺福等超过15组乐团好友录制追忆影片，相当感人。五月天瑪莎肯定哲毓的成就，图特约记者郑年姚社，2018年3月4日。安普感性发言，哲毓是我最留恋的音乐场景，他让我看到20、30岁自己可能的样子。同样身为贝斯手的五月天瑪莎，除了表达对哲毓在音乐成就上的肯定外，更不舍表示想跟你再好好喝一杯，敬你哲毓。 Freddy 和灭火器同样和哲毓相约，你先走，我们会再见。宇宙人则表达对前辈的感谢，更请哲毓别担心，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音乐。在追思会上，透过台上荧幕的音乐与发言，歌迷重新认识了哲毓，也更亲近他了。哲毓追思会末尾，大家为他举杯致意。图特约记者郑年姚社，2018年3月4日。压轴三缺一的 TC Back 团员笑谈过往回忆，曾和哲毓讨论过 TC Back 的三元素为何，那时他答动画、肚皮、机器人。旺福鼓手肚皮神秘现身，分享与 TB 的深厚渊源。主唱陈慧萍提及哲毓不爱说拜拜，他深信能在音乐里与哲毓重逢。如果记忆就像一个个房间住在我们的身体里，我们的身体里永远都保留住属于许兄的房间，不会消逝。当我们想念哲毓时，就听听美好的音乐吧，我们终究会在那里见面的。哲毓追思会上，歌迷纷纷送上花束。图特约记者郑年姚社，2018年3月4日。